夏日的夜晚，日本东京涩谷的人潮丝毫没有随着夜幕的降临而减少。地铁旁，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说唱表演，原本就热闹的街头顿时显得更加动感时尚。与此同时，在中国大连站前广场上，人们正在进行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运动——广场舞。双阵地走。日本东京与中国大连，这两个风格迥异、相距1665公里的城市，在中日两国的近代史中，有着万千勾连。在大连中山广场周围散落着样式各异的欧式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极具异域风情的建筑已经渐渐与现代化的大连融为一体。然而，这些各具功能的建筑背后，却隐藏着一家由日本明治天皇亲自批准成立、以中国地名命名的铁道公司的惊天罪恶。如今，当我们翻开中国东北的地图，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东北三省近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主要的大中型城市竟然都集中分布在一条呈 T 字形的铁路线上。这条铁路的干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支线则从哈尔滨向南经长春、沈阳直达旅顺口。这条全长将近3000公里的铁路，就是俄国自1897年就开始修建的中东铁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帝国惨败收场。爪牙出路的日本第一次尝到了对外侵略的甜头。贪婪的日本并不仅仅满足于手中的既得利益，而是死死盯住了中国东北地区。而沙皇俄国同样瞄准了中国东北这片既有地理优势又极为肥沃的土地。日方对于辽东半岛，特别是对于旅顺这个重要的不动港非常重视。在甲午战争结束的时候，本来马关条约中方曾经迫不得已要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这个时候以俄罗斯为首发动了三国干涉还辽。利用中日甲午战争的乱局，沙皇俄国趁机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其最终目的就是想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掠夺当地的资源。而日本对于辽东半岛的觊觎并没有因此而消减，这只饿狼时刻在等待着出击的时机。换句话说，到嘴里面东西他不得不吐出去，他也是怀恨在心。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彻底击碎了沙皇俄国独霸中国东北的美梦。随着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长达19个月绞肉几番的争夺，疲惫不堪的日俄两国最终决定以谈判的方式瓜分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茨茅斯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座滨海小城，这里不仅是度假胜地，也是当今美国海军生产核潜艇的重地。110年前，在美国总统的邀请下，这个安静的港口迎来了日俄两国的谈判代表，从而展开了一场持续将近一个月、火药味十足的博弈。这是一张拍摄于1905年9月5日美国普斯茅斯海军造船厂大厦的照片，照片所记录的正是日俄两国代表签订普斯茅斯合约时的情景。在这次谈判中，由于在之前的日俄战争中占了上风，日本迫使俄国割让了萨哈林岛，也就是今天的库页岛，同时还从俄国手里夺去了中国东北关东州的租借权、俄国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间的铁道经营权以及附属权等权利。这段长春到旅顺的铁路随后被日本更名为南满铁路，由此日本取得了长约1100公里的南满铁路的实际控制权。除了拥有铁路之外，日本还霸占了铁路两侧16.7米至3000米不等的满铁附属地，附属地总面积达482.9平方公里，而这些附属地由于拥有驻兵权，成了实际上的国中之国。然而尽管占尽便宜，谈判桌对面的日本代表似乎对于这样的谈判结果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欣喜，一心盘算着取代俄国在中国东北建立霸权的日本政府，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仅仅一条铁路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实惠。相反，却因为没有获得俄国的现金赔款而沮丧不已。通过这场持续一个月的谈判，插手调停日俄两国战争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隐约意识到，野心膨胀的日本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听话和便于操纵。在写给参议员洛奇的私函中，他这样评价日本：日本是一支可怖的新生力量，他贪婪、小气而又好战。36年之后的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突袭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老罗斯福的侄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终于见证了当年叔叔的判断，吞下了养虎为患的苦果。此时在巨大压力下，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经营南满铁路的日本首相桂太郎，甚至打算将这段铁路转让给美国。为什么桂太郎他积极主张卖铁路呢？他们对这个铁路他是没有信心的，生怕呢得了这么一个地方之后，当时由于战争导致日本财政恶化，那么这块地方他要靠中央财政去投资，那本身就使得这个雪上加霜，使日本中央财政更紧迫。谈判结果传回东京后，在军国主义浪潮的煽动下，不满谈判结果的东京市民集会在皇宫前的日比谷公园，要求日本政府宣布废除条约，并且捣毁焚烧了公园附近的报社和内务大臣官邸。这小春这个时候签订条约之后就大吃一惊，说这个你不能卖，你这边日比谷那公园的日本老百姓正打砸抢呢，你得把铁路卖了咱们的命都没了啊。
就这样，日本政府怀着近乎赌博的心态，在整整筹划了将近一年之后，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发布敕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由此设立，简称满铁。让人们无限唏嘘的是，就是这条几乎被日本政府放弃的铁道，在之后40年时间里，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在中国东北大地上，在贪婪地吸取大量中国富饶资源的同时，成为侵略者带给中国无尽杀戮与战乱的罪恶工具。东京都港区是东京最繁华、最具国际气息的商务区，各式设计独特的高楼临街而立。时至今日，即使是东京本地人，也很少会有人知道，坐落在港区虎门的这座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商船公司大楼，就是曾经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建立之初的所在地。然而，作为名义上的一个商业机构，筹备创立满铁的设立委员会首任委员长儿玉元太郎，并非是一个手握算盘的商人，却是一位利刃在握的日军大将。在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游旧馆的日俄战争展厅中，以16根立柱的形式展现了日俄战争期间的16位指挥将领。其中排在第2位的就是儿玉元太郎，日俄战争中的职务为满洲军总参谋长。这位16岁便参加日本本土战争的军人，一生的军功几乎都与日本的侵华行动紧密相连。儿玉元太郎直接参与甲午战争中日军的物资筹备和兵力部署。10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中，他更作为日军总参谋长，指挥作战部队攻取旅顺口。在明治初期这些军人当中，儿玉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军人。因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一提到明治初期的官僚、明治初期的军人，就给人总有一种感觉非常粗暴。但这些军人当中，善于动脑筋的那个这个儿玉应该算作一位。早在日本内阁还在为如何经营南满铁路方针各执一词的时候，一直在辽东半岛作战、对于中国东北情况了如指掌的儿玉元太郎，已经盯上了东北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和极其富庶的资源。那么，如何通过南满铁路进一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呢？在儿玉元太郎的授意下，一个考察团偷偷潜入了印度进行调查。伴随着古老的渔歌，位于印度东部的城市加尔各答在晨曦中缓缓苏醒。1689年，英国政府向印度买下了位于孟加拉湾恒河口岸的加尔各答，随即这座小村庄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总部。东印度公司虽然打着贸易公司的名号，实则是英国政府设在印度的海外扩张代理机构。它不仅将印度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由加尔各答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更进一步修建堡垒、设立军队，成为一把英国殖民侵略印度的尖刀。英国女王呢，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呢，特权，什么特权呢？
统代表英国政府统治印度，经济、金融和军事上的特权，就行使英国政府的权利。虽然它叫做英国东印度公司，但它基本上在印度呢行使的是英国政府的职能。这就是尔虞和后藤的特别欣赏的一个殖民地模式。根据对东印度公司的考察结果，一个模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机关的念头很快在尔虞元太郎的脑海中形成。作为满铁经营委员会委员长的尔虞元太郎决定向明治天皇提议，将满铁建立成一个以铁路公司的名义实现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国家代行机关。满铁是日本的国产会社ですからね。国産会社というのがあるの。全部日本に、ね、戦争資材として送ったんだよ。成立这个满铁公司的宗旨啊，非常明确，就是日本作为它的国策机关。什么叫国策机关呢？就能够贯彻执行他对华区的政策的这么一个机构。在中国辽宁档案馆，经过特殊许可，摄制组查阅到了一些之前从未面世过的满铁档案，其中就包括这本《满铁会社设立命令书》。满铁创立时大量无法公之于众的秘密记载于此。在这份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由尔虞元太郎主导的满铁设立委员会全部80人成员名单。这80人几乎无一例外与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22人为政府高官，其他大部分是两院议员、大财阀以及拥有爵位的贵族。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这个满铁所谓的公司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它是一支政治势力。日本政府作为躲在满铁背后的真正操纵者，从满铁创立之初就如影随形。东印度公司呢，以公司的名义，但是呢是英国政府，就是人事任命啊，和英国本身的这个本土的关系比较疏远。那么满铁这不一样，满铁这个高层的人事任命权完完全全都掌握在日本的中央政府手里面。根据满铁会社设立命令书，创立委员会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向天皇推荐满铁总裁的人选。这时尔虞元太郎想到了他的老搭档后藤新平。医生出身的后藤新平气质儒雅，相貌斯文，然而与这些特质完全背离的是，后藤新平事实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者，做事阴狠的手段甚至更在军人出身的尔虞元太郎之上。二人虽然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已结识，但是真正让尔虞元太郎对后藤新平刮目相看，却是因为他们共同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经历。虽然时光已经过去100多年，但在台湾的街头依然留存着大量日据时代的建筑，无声地诉说着台湾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屈辱历史。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中，我们找到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原件。《
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与日本。由此，日本开始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由于台湾民众的持续抵抗，日本政府妄想把台湾作为赚钱机器的企图不断遭到打击。虽然连换了3任总督，依然无法平息台湾各地的抗日运动。高昂的军费投入成为中央财政的巨大负担，日本政府甚至萌生了卖掉台湾的构想。在这样的背景下，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元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走马上任。但实际上，那个儿玉他不参与执政，他所有的实权，台湾的所有的权利都归那个后藤来掌握。所以说，他实际上后藤是台湾名义上的长官。他认为，为什么前3任的总督统治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没有对台湾做认真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台湾社会的特点，尤其是社会文化的特点，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搞了大规模的台湾旧官调查。后藤新平通过详细的台湾本土民情调查，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殖民手段很快在台湾实施起来。在残酷的镇压以及疯狂的掠夺之下，台湾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物产资源更是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从富饶土地上摘到了丰硕果实，日本终于再次尝到了对外殖民统治的甜头。而儿玉元太郎与后藤新平也由台湾开始摸索出了一套殖民统治的方法。正是由于所谓成功治理台湾的经历，后藤新平很顺利地当选了满铁的首任总裁。